相逢也有遗憾吧。你听那吹散的年华，仿佛说着还有不舍吧。我永远都会记得。吃来着都忍住了没吃。哎呦，这披萨这主食都有了，要不我先替他尝一口的。小托，小托，哎呦，老爷子来了。哎，今天食堂吃鸡腿，我给你多打了几个。好，还有鸡腿啊。哎呦，你看出来，有菜有汤啊，有主食还有肉，这饭齐了。林拓，安知雀，我和辛迪把全部的幸福做赌注押上，祝你们两个白头偕老。谢谢各位，伴随着阳光，伴随着今天的这一份精彩，我们共同见证了他们的婚礼，也见证了这一份友情。接下来二位，你们可以给对方戴上戒指。虽然只用了四个方案，但是我这次比小餐桌的时候还要开心。这说明我还行，我还能继续设计，我能赚钱。怎么叫还行呢？你可太行了。我们都是给东东募集的捐款，只有你自己是挣钱给东东的，你最了不起了。来，奖励你一个。全世界得渐冻病的人啊，有很多都是高智商。就拿霍金来说吧，那是一般的人吗？顶尖的科学家，改变世界的人呐。所以啊，我们啊，都是上天选中的人。